prometido.您说说吧，何马总啊，以200%的溢价出让部分的投资权，这听起来是不错啊，可以让我们在座诸位手上回流一些现金，也可以解决一下内部的经营问题，只不过这些都是以降低估值作为交换条件的吧。这些只是一时的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今年咱们公司最重头的合作研发项目就是 AI 智能芯片 Core One。 我去看了一下，进展得非常顺利，一旦消息在年底放出去，关顶的估值会暴涨。能在当下的困难里提出这么好的解决方案，为公司排忧解难，想必马总费了不小心思，我个人完全赞同。马总，马总，没有什么问题，咱们可以开始投票表决了。等等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林总他不参会吗？各位，我临时有些事儿要处理，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诸位股东、董事，我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抱以诚挚的歉意。道歉？道歉有用吗？如果道歉有用，那还要竞争干什么？您成名啊？我们今天在座各位，这损失都是真金白银的。这件事儿，你打算怎么解决？5分钟之后，如果没有什么异议，我将对有意愿的股东进行股份赎回。宁成明，难道你不该向我们解释一下，你最近半个月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对呀，我的解释对于挽回诸位的损失毫无意义。你，小宁啊，以往你桀骜不驯，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你的前辈、长辈，可以不计较。但马浩的事，显然是极度严重的管理渎职，就一句道歉完事了。
那我明白了，我纠正一下，我将对所有的股东进行股份赎回，包括投资违约的惩罚补偿，具体数额将对应不同的股权进行计算，将在7个工作日内给诸位正式答复。时间到了，诸位，请回吧。听说宁成明回到官邸了，你还好吗？他回去了，那说明他没事。他恢复记忆了。嗯，好像是的。你好，请问是你要寄快递吗？是我。麻烦把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好。好，谢谢。你要寄什么？同城快递，最快的话2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。啊，一共是18元。好。好。谢谢。再见。宁总，宁总，下午来了一个快递。什么东西？谁寄来的？这个他没写真名。官邸对总裁快递都不检查的吗？什么人都可以给我送东西？你是想过第四城了是吗？没有。报告宁总，我检查过了。这个是前财务总监董威针对马浩所作所为签字的证词，都在这儿了。不早说。对不起，宁总。联系一下金针，给他们送过去。我马上。哎，曹总。曹梅，我好像没同意你进来吧？齐伟，哎，我好像也没同意你离开吧？陈明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来跟你说个事情。齐伟，出去。陈明，我听说你的手受伤了，还疼吗？不是有事情要说吗？我想问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跟我联系呢？我们找你都找疯了。注意安全。我在医院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想说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在你失踪这段时间，马浩有来找过我。他威胁过我很多次，我也拒绝过他很多次。我刚刚也跟金珍说过了，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跟你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，所以我提前找何董商量，我请他将他手中的股份转售给我们，大概有12%。不用。成明，如果严格执行股权赎回以及赔偿的话，以咱们官鼎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。谁告诉你我打算用官鼎的钱去填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找到一家新的风投，更换资金结构。可是眼下咱们因为马浩转移资产的丑闻，以及即将面临高额的股权赎回以及赔偿的事情，在圈内都已经传遍了。我想知道是谁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我们官鼎的烂摊子？丽蓉。乔毅，查到什么了吗？今天会议开始之前，马浩中途应该是被人通风报信了。我看了下你们公司的监控录像，他一个人中途直接去了地下停车场，等你和金珍到的时候，他早就跑远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他一个人应该跑不出一个这么安全的路径，所以看公司是不是有内鬼吧。哎呀，
眼下要处理股东们股权回购以及投资赔偿的问题就已经很棘手了，再加上这现金流上有巨大的亏空，关鼎现在的困难恐怕业界已经传遍了，这个时候再想找新的资金，哎呀，恐怕是很难呀。看来这马浩还真是给您留了个烂摊子。比我想象的最坏的情况还是要好一些，金针会追踪马浩，但是小易你也帮我盯紧了。嗯，没问题。那他怕是找到别的途径出境了吧？越危险的地方呢就越安全，我都懂哥，放心吧。